甜甜蜜蜜小白粥，尝我一口，喵喵喵！山高老碧春江水泪，不怕探险弯又多。两位唱，那我们来给再选这位阿姨，我可以再换另外阿姨可以？理论上不可以。好，理论上。好，谢谢你们，谢谢小朋友。在下面马儿跑，回东边相思旁，白杨齐飞。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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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不是不是这么唱。哦，是的，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这位阿姨没有站出来哦，她可以站出来了。我也拿过，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其实我们往那边稍微跑一下，跑动一下，跑动一下。好像那月亮挂在天上。很接近了，再来一遍，非常接近，再来一遍。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没有。你的眼眸心又长大，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太棒了！谢谢。
并不会。来江西呀、啊，江西好辣，好了，谢谢各位。你们嗓门真好，得调皮，真好。哎，你们这里面有外地朋友吗？难道？啊，天哪，辛苦你们了，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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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北京的朋友。快乐虽然已经过了。抱抱。好嘞，3、2、1。好，照顾自己。我们镜头面前的朋友也是。深深的，他们还想说一句。我们想你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哇，太肉麻了，太肉麻了，是不是？新家是个宿舍啊，除非是奥体户型。稍等，先生，稍等一下。下课了，下课了。啊，不要下课，不要下课。这节音乐课到此结束哦。可以结束吗？不可以。先生，嘿，大家一定是想跟你再唱一遍的，对不对？哎，我也发现啊，深深的这首歌在我们两侧的屏幕上一直会有歌词的提示，所以就希望现场的各位可以整首歌都。深深一起唱起来好吗？哎，所以我们要再次
然后不，没有没有，辛苦大家，你们还想听吗？加，那就再跟我再上一堂音乐课吧。我看看哪个同学没有认真听讲。第一次，嗯，把课本翻到2024页啊。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都顺顺利利的。谢谢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生命你在哪里？好，谢谢。我们现在就趁着我们刚好是换舞美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唠一下嗑。说实话，其实没有这部分的。有没有稍微比彩排的时候好看一点点？我们大家都是，我好像今天彩排时有听有很多人是从外地过来的，对不对？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大家有多多准备好穿的衣服吗？一定不能够生病，要注意身体哦。非常非常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在辛勤的换着舞美。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等一下你们会跟我一起唱吗？我不太信。等一下，这个场合怎么那么像演唱会的感觉？哦，那里还有朋友 ，Hello， 右边的朋友 ，Hello， 这边朋友，左边的朋友你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你们会不会唱这首《若梦》哦。往事。压力很大，等一下我一个人唱的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听。那这样吧，我们不如等一下播出的时候就播刚才那一段《若梦》就好了。非常非常好，好，你们太棒了。你们还会唱什么歌吗？都会。渺小，可以渺小一点。那再来考一首。可以渺小一点。好，稍等啊。我们总会。两首歌后面还没有好耶。有点尴尬。哎，你们在说什么？我稍等。稍等稍等，安静。好，既然都说我们很多是外地的朋友，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贵州来的。真的有吗？那边说要，然后拿着那个荧光棒说，我不是我不是。那有湖南来的吗？哎，真的是，大家能不能说点真心话？那有没有北京的朋友？有。谢谢各位。怎么了？哎，我们现场的是 MC 啊，我听不见你们。想抱一抱是吗？哎，抱抱，抱抱。啊，抱抱，抱抱。哎，行吧，那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互相隔空的抱一下好不好？哇，让我们听到抱抱的声音。好肉麻呀，怎么这么肉麻？来喊起来，抱抱。好嘞，三二一，好照顾。我们镜头面前的朋友也是深深的，他们还想说一句，我们想你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哇，太
肉麻了，太肉麻了，是不是？来，让他听到五个字，我们想你了，一二，我们想你了。你们真的是怎么回事？这么肉麻？先生，其实还有更肉麻的。还有什么？老师您说话我听不清我。还有更肉麻的，他们想让你好好吃饭。好，这个肉麻吗？来，我们喊出来好吗？深深，好吃饭，你们也要好好吃饭哦。好，然后我们一起，怎么说呢？我们先，既然就是跨年的演唱会嘛，我们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不好？我喊三二一，然后我们一起喊哦，三二一，祝大家新年快乐！非常非常好，谢谢深深。对，然后再配合我喊一句好不好？就北京广播电视台，然后你们一起帮我说，陪你跨年，好不好？好。好，北京广播电视台。陪你跨年，特别特别棒哦，太棒了，太棒了。那你们会陪我唱歌吗？会。好吧，那么我们让深深稍事休息一下，好吗？稍后会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再次把掌声送给深深。再见。拜拜。谢谢深深，我们共同期待稍后的歌曲，你们会不会唱？现在就趁着我们刚好是换舞美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唠一下嗑。说实话，其实是没有这部分的。有没有稍微比彩排的时候好看一点点？我好像今天彩排时候听有很多人是从外地过来的，对不对？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大家有多多准备好穿的衣服吗？一定不能够生病哦，注意身体哦。好，非常非常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在辛勤的换着舞美。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们会唱吗？会。那等一下你们会跟我一起唱吗？会。我不太信。等一下说，这个场合怎么那么像演唱会的感觉？哦，那里还有朋友 ，Hello。在这儿呢，我老师给他们说没事，我在唱流行，挺宠溺的。哎，我们这里有很多外地朋友吗？难道天哪，辛苦你们了，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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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北京的朋友。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是比较内向的，很多思念啊喜欢啊都会习惯性的不去表达它，但是表达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要让一个人感受到喜欢和想念，这样他心里也会非常开心。我爱你们。
是氛围感，氛围强的，不用太重，神秘点，其实也不用太跟图有像，然后最后能够明白接到接。歌手准备完毕，开启演出模式。即将登场的是钟声。钟声，你们好吗？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后面的朋友，大家好，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好开心又见到大家了。那我们来听歌吧，希望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那些触不可及的东西那就随它去吧。触不可及，谢谢你们让我这一个化身孤岛的鲸再也没有触不可及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每一个觉得自己是化身孤岛的鲸的人都可以找到你的同伴，慢慢去更加爱这个世界，更热爱我们的生活，好吗？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像穿越河流，往事流转在你眼眸，一边遗忘一边冰藏，如我前生何时重生，怀念你呢。发自真心的非常想感谢每一位听过我歌的人，感谢每一个生命，谢谢你们一次一次的拯救了我，谢谢。透着河穿朴素的衣裳，牵着的衣袖，见了小猫名为苍狗，烟火里的整个青春那朵，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非常非常开心跟你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还想不想听歌？那就这一首，应该是很多人会通过这首认识我的，好，希望你们喜欢这首大鱼。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一定要安全好好的回家好吗？国庆节快乐，谢谢你们。
谢谢常州的朋友。